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细蚊仔 and 大人，无论性别、年龄、国家，都好似中奖咁开心。正所谓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啊嘛，露到出晒位嘅露露就深明呢个道理啦吓，几 natural 几 sexy 啊！哎，前晚仲要着到咁样油老懒喎、啊。有保护好，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会保护好我。这件衣服后面是一只孔雀，前面呢是花。哇，只雀好受欢迎咁噃，你睇，几多人想捕捉到佢啊！我戥你惊咋，得你同你阿妈，仲任影任揽添。有谢霆锋在我们身边，他在等我。谢霆锋在背后支持我们呢、啊。霆锋，原来系老翻霆锋。不过露露一场嚟到，冇理由就咁兜个框就算噶。今天跟朋友有约的，保密保密。今天是约了一个蛮有名的人，但是不知道看大家这么热情，他不一定不知道他还敢不敢来哦。嚟咗啦，咪呀，仲同位长毛朋友揽埋一嚿添。吓、啊，女嚟嘅？喂，黐咁埋，有冇俾佢个间尺鼻顶亲噶嘛？懒神鼻啊！原来约埋成班人去咗 Dragon Eye。阿 Cammy 仲陪你，两个揽完又不停咁倾啊，真系好投契喎！唔惊传出绯闻咩？吓、啊？